家好，我是农民营养师，今天啊来给朋友们聊一聊在我们四川农村常见的一种植物花椒树。这个花椒树结的这个果子呢叫花椒啊，作为一种调料，但不是我们所有的人都会吃花椒，应该是除了这个云啊、贵川、重庆地方的人呢会吃这个花椒，别的地方的人呢都不会吃这个花椒，因为它入口呢会麻，但是四川人呢却离不开它。这个花椒啊，它是一个很好的调味品啊，我国做菜用来调味的这个十三香啊，第一香就是花椒，可见花椒的香啊是名不虚传的。但在这个食疗养生方面啊，花椒叶啊比花椒更厉害，但是知道的人呢并不多啊。今天农民营养师呢就跟大家聊一聊，花椒叶中呢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啊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B1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B2、尼克酸等营养素。花椒叶呢可以当菜吃，大家别担心，它并不很麻，而是啊芳香才是它最大的特点，可以用它来煮汤、炒菜、油炸，还可以调面糊啊，调面粉糊糊做成这个饼，不管你怎么吃怎么做几乎都不需要什么配料，因为它自身已经足够芳香味浓。花椒叶啊，闻着很香啊，当然具体的病情呢还需要咨询当地的医生，在医生的指导下运用。我是农民，也是一名营养师，感谢你的收看，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了记得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